上一期的圣遗物大赛起飞瞬间，看来大家都很喜欢呀。这不加班加点就给你们剪了一期嘛。强化圣遗物多了，我慢慢发现圣遗物强化似乎也存在着某种规律。这期视频只是初步实验，下期让你见证什么叫言出法随。同样的，我也发现强化自己的圣遗物不容易成，强化别人的圣遗物那就是两个字，起飞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看各位勇士的起飞瞬间。起飞，哎呀，五倍经验啊！老板说不用就飞，哇、哦！哎，可以可以，冰伤是加爆伤是最好的，反正你知道吗？起飞！哎，没歪敌手，再来！哎，又没歪啊，两次了，两手没歪啊，这要冲击月卡了啊，是吧？要不你就等等1.3版本都可以啊，歪了。哎，咱们16爆伤，爆伤 ，nice， 炸一下啊！咱们说好了，再给我来一手爆伤，给他搞到30，成不成？咱们就说成不成？好，虽然没上30，28.8。老板说不要，那咱们就起飞。哎，可以，只歪了一手攻击力啊！你看我给你弄个28的爆伤怎么样？28的爆伤，老板你就看行不行？哎呀，可惜了，没上28，26.4。可以，别歪，成。可以，21爆伤，你就看他上不上，是不是21，准不准啊？这就是个声控游戏，啊，你不喊喊他不上，走，这是什么呀？76防，西巴，这几个没用啊，起飞。哇，你看看他是不是成了，很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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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骗，咱算算这多少，36乘以2加上一个23.3是吧，50.5，那就这么吃吧。哇，这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，基本是直接嗝屁的那种。加一手是吧？行啊，那个伪神你来报名吧。你看，1000的丧命子啊，充能还不飞，气飞，还一次没歪，这能出吗？哎，这出了，哎。补出来一个可以啊，这还行啊，起飞，起飞，没毛病，30多，哎呦我去，哎可以，哎我亏了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不对呀、啊、这个，啊，这我自己生的不算红包吧应该。他30条我自己拉的4条，应该不算对吧，不算，算了，给一个红包，单爆没用，这个也没用，再吃点紫的，起飞，哎呦这个可以，一次没歪，我趁热打铁再往上冲。好，咱们今天最后一下了，起飞，不是吧，今天最后一个给我来了个这个，哎，这是一张月卡，没有火，可力虽然说不太需要，来一手吧，来双倍经验可行吗？双倍经验，对，很对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，
不是双倍经验，你也不能一次不加啊。上没杯子，哎，双倍没有。哎，没意思，这游戏感觉到头了，这可能就这样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！我不服啊，我不服，我把这锁解了，我强这个，我不服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，很对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再给我来一首爆伤。爆伤！哟哦哦，爽爽，很对，我成了，我成了。我突然觉得这游戏也可以呀、啊，玩起来了，很好，很对呀、啊，这样就没问题啦。哇，周二咋吃了吧？行、啊、这不可能歪了吧，对吧？还能歪吗？这么多人了。你哪里，你哪里，你哪里，28的爆伤，你看着是不是最后一个爆伤啊？七爆伤，35暴击伤害。哇靠，如果你也想参加，那么点个关注，我们每晚8点都有剩余物大赛，欢迎参加，奖励不断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都看到这里了，不妨点个关注，按下3连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。